兄弟们，宣布个事儿，军阳电竞俱乐部将举办第一届扶贫大赛，就在明天周六8月12日下午2点开始。具体是什么呢？听我慢慢说啊。咱们暗区不是有个科特俱乐部吗？现在已经有100多个打手了，所以想一起娱乐一下，就搞个扶贫比赛吧。规则是这样子的啊，我让打手们自由组队，然后带水友，也就是我下图，因为要直播嘛，所以只能是我，看哪个队伍带出的物资多，干掉的敌人多。其实和官方现在举办的大赢家物资赛差不多啊，我就相当于资源位了。最后我将给予第一名队伍奖金1000元，第二名500元，第三名300元，每个打手还有参与奖抵消装备钱。然后重点来了啊，到时候在某手军阳电竞俱乐部账号直播，然后到时候扫码扶贫，看谁手速快就扶谁，这可是专业打手扶贫啊，想发财一定要来呀。咱这个比赛就暂定叫科特杯扶贫大赛吧，如果没有不好的影响，咱们每个月都可以举办一次。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俱乐部内部娱乐一下，还可以帮有缘的兄弟扶扶贫，又可以宣传一下俱乐部，最后还能让大家看一下俱乐部打手的实力，咱们就主打一个专业透明啊，嘿嘿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是规则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把这个水友比赛项目搞起来，期待大家的到来啊，拜拜。